第二场对决就是斗大牌，能够在柯南面前耍大牌的秘密，他一来就见了对 Joker，用的他们的智慧令到对方出晒大牌的，是因为耍大牌那个是只猫科动物。网信兄弟为你呈现 Collar 智慧学员最后一集，今晚10:30 ，Feel TV。